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玩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具，里面还有超炫酷的陀螺玩具哦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。哇，里面有 Q 版战车玩具，彩问。它下面呢是一个回力小车，当它的小车开动的时候呢，它两边的拳头就会上下摆动，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兔子牙。哇，又来了一个 Q 版的战车玩具，这是向日葵，好可爱呀，它呢栽种在了战车上面。速度超级快呢，当有僵尸入侵的时候，它可以撞倒一排的僵尸。哇，还有栽种在花盆里面的向日葵，它们两个的形状呢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这还有一个僵尸老爷爷。哦，刚才过去的是什么呢？滑板僵尸，它拥有了一个超级炫酷的滑板，每天都在玩滑板，哪有时间入侵植物家族呢？机甲橄榄球僵尸，里面在驾驶位置上呢有一个僵尸，它可以发射炮弹，安装炮弹，然后按下顶部，哇，炮弹被发射出去了。我们再把它安装上，它要攻击战车植物。哇，我们厉害的植物呢没有被打倒，冲啊！植物们一起冲撞了机甲橄榄球僵尸，哇，它倒下了。耶！我们这两个植物和僵尸呢可以安装在陀螺上面。需要拉条让它旋转起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两个都旋转起来了，速度非常快，根本都看不出它们的样子。哦天哪，僵尸遇到了障碍物，人物被弹射出来了，但是他的陀螺遇到了向日葵的陀螺，两个人物都被弹射出来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